我要跟你讲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很重要的，大家一起讲啊。敬拜是一种表达。敬拜是一种表达。有行为的行动。有行为的行动。再次呢，敬拜是一种表达。敬拜是一种表达。有行为的行动。Worship is expressive. Worship is expression. 没有一个敬拜没有表达的。如果你没有表达，那你不是在敬拜，你只是在唱歌而已。所以敬拜不只是单单的拜，而是跪下来拜神。耶稣摩撒的门徒对耶稣说：“只要你跪下来拜我，不只是拜我，要跪下来拜我。”所以敬拜对上帝是表达的爱的方式，然后你爱呢是要有表达的。Darling, I love you。但是你男人说，我很喜欢这个 diamond ring 哦，啊，我爱你，可是我不买给你。啊，哎，我很喜欢去赤峰旅游，哎，我爱你，但是我不会带你去赤峰。爱是需要表达的。有人说，啊，特别是来地球里面跟指着所有的男人说，爱是需要表达的。对，有人跟我讲啊，特别是弟兄啊，哎，我不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人，我是很内向的人来的，是吗？你真的是很内向的人来吗？哎，我不是一个很善于表达，哎，我妈都很开心表达了，你叫我讲。爱在心里口难开吗？你讲哦，啊，我不好意思讲吗？你会不好意思讲吗？你会不好意思讲吗？比如说，我们来做比如吧，我给你想象的空间好吗？如果说了，今天你走在路上，你400-500块，难道你无动于衷吗？我不拉撒，那多给你，我没有感觉，是这样吗？如果你心仪已久的女人，你追求她，她终于说我接受你的爱，难道 OK 啊？你接受我的爱 OK 喽？男人，你曾经踢球追过女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女人给你追到手，你会很冷，你会很高兴，哇，我追到她了嘛？你的老板跟你讲，哎，是，我要升你的职，我加你薪水，难道你就OK？ 应该很高兴嘛，应该要庆祝嘛，因为老板升职我，又加我薪了，我应该很高兴。你不可能没有表达的，对吗？或者就说，你去参加演唱会，那是你最喜欢的。我问你，你喜欢是哪一个偶像？你的偶像是谁啊？啊，刘德华，可能刘德华，刘德华有点老老梗了，年轻一点有没有？啊，林俊杰，你参加林俊杰的那个演唱会，然后你看那个偶像在那边唱歌，又拿个麦，哇，又斜270度，然后你就比如说 ，Echo， 林俊杰，我爱你，林俊杰，我爱你，充满 expressive， 我是来教会，突然间变成圣洁的天使在那边。什么都不懂。当你在看你的那个 football， 你的球赛，你喜欢的 MU， 你喜欢的 Manchester， 你喜欢的阿森纳，我不知道啊，进球啊，你会在那边别看 debut， 你一定喊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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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 可是当我看你来教会的时候，家别拉路啊，别踢呀，啊！你明白吗？弟兄姐妹，我要你敬拜神，你的敬拜是对神一种爱的一个表现。哎，我给他们敬拜，我给我敬拜他们，哇，他那个情绪到那个他们，我允许他的，因为对神是一种的敬拜的。弟兄姐妹，哎，完了，你又重新开始讲过。一点都不会这样，对呀，要尴尬。OK， 来，So， 当你说，如果你对神没有 expressive， 你就说
神啊，你不够伟大，比起我失到500块，我收获我的爱情，我的起薪升职，我的演唱会，我的球赛都不如。当你来到敬拜神的时候，你没有表达你的爱的时候，你对神那种渴慕、那种的追求、那种的热恋、那种的吸引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根本就讲说，哎呀，你都不比我收获500块，我的爱情、我的升职加薪都不比。不要忘记，弟兄们，我要告诉你哦，我认真的告诉你，你的孩子、你的家人，还有你的朋友、同事们，都在看你如何敬拜神的。你告诉他们，耶稣很好，你来信耶稣啊，耶稣很真很好，他们从你的姿态上感觉不出来。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，调整你对敬拜的身姿和态度，因为他们你的敬拜啊是最不能偏的。你跟你孩子要敬拜耶稣，要爱耶稣，他从你身上看不到，因为你很冷。你的孩子，你的家人最直接的，阿弥陀佛，你拜金吗？分了你大公一家，连茶都给我，给我给你摆住。他们会感受到了，因为你把金拜，因为惊吓了，你拜金他们丢人了。都无，我把你妈到边来拜，阿无就边来拜，一来就变拜变哟，我来金拜神，他们肯定知道你们的神是真实的。好像我在家里面，为什么我知道我的妈妈是不会影响，因为我一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在我楼上，在那边敬拜神，唱歌吧，唱好几遍，好几遍，唱到被圣灵充满，讲方言在那边，哦，讲方言，然后我妈在楼上笑，来撩了，我听笑呀，我听就红头了，因为他看到你对神的敬拜，不是骗的，是真实的。我希望你们拿一点一点出来你的敬拜，不要把你的敬拜放在袋袋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在这个教会有不一样的改变，我们要成为这个教会是一个敬拜 worshipful church 敬拜的教会。所以我希望你们男人们、弟兄们要 express 你对神的爱、对神的渴慕。 So